你说说我算不算能聊的人？ Party Party， 坐上飞机会呕吐，不停的 Party， 一本书看你脸多， Party Party， 两个男友还不够。说那种演唱会尖叫都是啊！哦，对对，你嫌他们小声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“你好美”，这个、超大声，这个我常听到，没有什么。因为我表演的时候我不会听到“你好美”，所以你现在想有点羡慕了，有点羡慕。所以你想听到“你好帅”吗？一二三，你好帅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一二三。爽爽爽爽爽！你说说我算不算能聊的人？ Party Party， 坐上飞机会呕吐，不停的 Party， 一本书看你脸多， Party Party， 两个男友还不够。